位订阅啊！重点不是重点，是我们这一进到底成功完成啦！呼耶！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支张亮这一支 MV， 它根本不算 MV， 它对我来讲是一场冒险。现场的100人在3分钟内没有人可以出错，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一进到底它的现场的困难度到底有多大。有可能99人都是 OK 的，但是因为一个人的状况不 OK， 所以全部得重来。听到的时候就有点想要吐，我刚好凭良心想，蛮不想接的，因为觉得这支片真的蛮复杂的。其实这边在拍片前真的感觉还蛮硬的，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成功。应该是史上最硬的一支从头到尾一进到底的，很荣幸可以跟导演合作，他把 idea 都实现出来，所以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可是我解决的问题，他还会想有新的想法，所以我还要继续解决。我觉得这也是目前 MV 比较少做的一个尝试跟突破，就是结合一些多方的人才，共同完成一个酷的事。廖仁顺他希望我能够把人物能够融入他的设定的几个场景里面，有点像忍者隐身的概念。这次的特效，我们讲的特效，他人必须消失在背景里头，他其实是必须要跟摄影机的角度还有现场的光线去做配合，所以在这上面我们跟导演做了非常多的沟通跟协调。其实拍 MV 这种工作，其实我还是第一次尝试。 MV 它要的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及时而且非常强烈的一个效果，然后其实它其实没有太多修改跟出错空间。帮我一起完成这次作品的人，我都找了一些能力相当好的画家，台湾非常知名的艺术家叫做黄佩涵，还有另外一位我找来，这次有一面压的墙壁，它是叫做黑吉摩给，非常专业的一个涂鸦街头艺术家。我之前就有去过日本展览啊，也是去现场涂鸦，对啊，然后韩国啊、马来西亚都有去过。那我们请到许多大师，有喷画的大师，有造素景的大师，还有做质感的大师。质感大师呢是做少年拍的，那有两个素的跟喷画都是从中影时期做到现在的大师。李师傅啊，他大家在我们业界应该没有人有第二个可以取代的，喷画只有他是第一，在台湾画。森林的大师呢，他是从以前呢，他瓦希大家有看过吧？他就那时候就在做瓦希，到现在目前的少年拍赛德克巴莱，他都有经手过。所以这大师在这次的创作当中，他没有参与，觉得还不错。质感大师一样也是少年拍，大家讲的话，大家知道那些船啊、那些树啊，他们都有做过质感。不论台湾或大陆啦，认真对感弄这个东西，算是很用心的。所以表示这次的创作是集合这些大师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美术总监，大概80%，80%好不好？对，最后还要做最后的结尾啦，然后应该后天应该没问题啦。对对，一定没问题。当然那时候在开这次 MV 的会议的时候，我们的制片啊，尤其我们的美术，整个头超痛的，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的一个月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地狱，这样，因为他们要解决很多我天马行空的想法。这种一经到底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吊钢丝或一些很特殊什么溜滑梯之类的一些动作，能简单就简单，但是他把这些很奇怪的东西融入在里面，我看我可能明天早上都不一定会收工。大家好，我叫 Miracle， 我是守杰，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帮张亮颖来完成这个很有趣，我第一次编一个一镜到底的舞蹈 MV， 我们非常期待这一次一镜到底到底要拍多少次。我觉得最困难的可能还是一镜到底，在21位舞蹈员里面要一镜到底，每个人都没有错误的把它一镜到底拍完，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我这次对仁帅导演最大的期待就是我们一镜到底，一次把它拍完就好了，我们半小时收工，办不到。然后他们也愿意加入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一起完成，然后我觉得是很团结的一起去克服这个难关。拍一镜到底会有一种大家一起热血的感觉，所以他们拍完的时候非常兴奋的，甚至歌手也很兴奋啊，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很兴奋，虽然很累但是很兴奋，因为他们的我
我们一错再错再错，一直试一直尝试的状况下，最后终于我们做到了的那一个 moment 是最感动人的。我们这是一个360度的景，所以是蛮复杂的，因为我们这个 MV 是 one take， 要从头到尾一镜到底，所以任何一个中间的环节都不可以错。廖仁生他一直都是他不想要把 MV 拍得太简单，他愿意做每一次 MV 都有相当难度的尝试，其实这是我对他相当肯定的地方。这也是我所追求的，希望每个 MV 不只是 MV， 而是一场冒险或是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手法的。这一次跟导演的合作特别愉快，从头到尾虽然说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我们在共同创造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特别好玩。成功！限量海报，超赞的！哎，好，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先去洗澡，就这样，拜拜。限量海报，超赞的！哎、欸，好，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先去洗澡，就这样，拜拜。